终于大功告成了。这是什么东东？像菜碟子一样。没见识，这是我新发明的雷霆飞碟。上来，我带你体验什么叫做真正的酷炫。这是什么？不要管，那是加速按钮。小小，救命啊！得救了，水灵灵的计谋真管用。咦，好像不是怪物啊，是架飞行器。哎，虚惊一场。嗨，亲爱的五星蚂蚁，代表智慧的智系小灵珠出现在巴黎铁塔了。又要去这么远的地方呀？不怕，我们有这个，这家伙跑得比我快多了。对呀，不用白不用，大家快上来吧。哇哦，我要开动了。这是什么按钮？雄伟呀！能建造这样一座铁塔，简直是每个建筑师的梦想。巴黎铁塔又叫埃菲尔铁塔，是浪漫之都巴黎的地标之一，也是巴黎的最高建筑。小灵珠就在上面，我们顺着铁塔向上搜索吧。那等等，我送你们一把神偷手枪。哇，太好了，我们上！老大，我们能不能休息一下？我好累呀！闭嘴！要不是你把我的飞碟弄跑了，咱们能沦落到这个地步吗？人家又不是故意的，我当时只是这样子，轻轻碰了一下。不会吧？风小小，老大，是巴黎铁塔，我们到目的地了。真的到了？哼，这笔账下次再跟你算。找小灵珠要紧，根据手表接收到的信息，小灵珠就在塔顶上。坏了，老大，五星蚂蚁抢在我们前头了。竟然来得这么神速。那是那是我的雷霆飞碟。怪不得他们来得比我们早。偷了我的飞碟还想把小灵珠抢走。幸亏雷霆飞碟的遥控器在我手上。靠近点。怎么回事？飞行器好像突然不受控制了。我可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糟了，飞碟彻底失控了。摇下这肉饼了。
吧，力量的元神，黄金骑士！总算安全着陆了。飞碟呢？在我这儿呢。果然又是你们在搞鬼。雷霆飞碟本来就是我的发明，我手中的遥控器就是证据，现在总算物归原主了。拜拜，小邻居是我们的了。怎么办？他们要逃跑了。看来只能用智取了。这样。这个计谋真不错。就这么办吧。我准备好了。嘿嘿。嘿。老大，有人偷袭。百发百中，谁空手？跟我抢没那么容易。你输了。我从中掉下来了。幻灵水泡怎么样，到手了吗？别天真了，小灵芝在这儿呢。到手了。谁说我要抢的是小灵芝了？我要抢的是这个。哈哈哈。完了。免费带你们玩过山车。咱们终于反败为胜了。水灵灵真是足智多谋，真是太棒了。要达成目的不一定只有一种方法，还可以想得更多计谋来取得胜利。说得对。五星蚂蚁竟然毁了我的神翼者飞碟，下一次我一定要连本带利的赢回来。听到了没有？你就会欺负我。睡得真舒服。咦，人都去哪儿了？今天是元宵节，大家都出去许愿了。什么许愿？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，这天到处会结满花灯，还有盛装打扮的花车巡游，人们还会把梦想写下，挂到许愿树上，这样就会美梦成真了。我也想许愿，他们竟然不带上我，不可原谅。现在去太迟了，估计早就结束了。哼，不去就不去。土豆豆，你在干什么？嘘，这是我精心设置的超级陷阱，等一下好好捉弄他们一番。这不太好吧？谁让他们丢下我一个去砍花车？哼，花车好漂亮呀！没错，它就是红色的呢。好想坐一回那些美女的花车。是。哦，上当了！是谁乱放东西，害我差点摔倒。肯定又是土豆豆在捉弄人。哼，被发现了。水灵灵，你太机智了。彩色的玻璃珠一眼就能发现。绊脚的绳子这么粗，瞎子才看不到。有那么明显吗？这些五星蚂蚁老跟我作对，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我新改良的电磁王机器人的厉害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我的新发明金箍圈，可以飞速准确地捆绑住目标，只要把他们全捉住，所有小灵珠就是我们的了。把这些没用的机关都撤了吧，只有傻瓜才会上当。束手就擒吧，五星蚂蚁们。还真有人会上当呀。
博士找我们了。嗨，五星蚂蚁，代表智慧的智系小灵珠在埃及出现了。您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埃及金字塔？没错，相传金字塔是古埃及法老的陵墓，总共有100多座，因为形状像汉字的金字，所以中国人称为金字塔。据我侦查，小灵珠就在其中最大的胡夫金字塔内。我们赶紧回基地准备出发吧。坏了，他们聚到小灵珠了。哼，休想摆脱我们。真不敢相信，这是人类在4000多年前造出来的建筑。哇，雷震震他们也跟上来了。被发现了。打不到。别乱动，热气球被你们弄得摇摆不定。要我们不动，那你们别扔东西下来嘛。快用风控制减速啊！总算稳住了。太重了！火葱葱、水灵灵、木吞吞，我们马上回来救你们。大家都没事吧？看招！雷震震，又是你们！哈哈，你们已经被我的金箍圈绑住了。可恶，竟然绑得这么紧！没有钥匙是不可能挣脱的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囚犯了。这是什么地方？难道是法老的密室？看，小灵珠在那儿。小灵珠是我们的啦！大家小心，这间密室里有机关。这里会不会有可怕的木乃伊？完了，这里危机重重，我们出不去了。我不要困在这里。大家冷静一点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这是什么？居然能移动的。这块板好像跟机关有着什么联系。可以随意移动的小方块，不过分布得很乱。我知道了，这是一个拼图。哈哈，原来是拼图游戏呀、也就是说，只要完成了拼图，就能顺利通关了。看我的，这样，哎呀，还是你们来吧，你们谁厉害点啊？玩拼图，当然是我们机智过人的水灵灵最棒喽。我来试试。好了，成功了！保险起见，你们先走。真够狡猾，拿我们当挡箭牌。没关系，我们先走。快，一口气冲过去！喂，你们快停下！不要乱动啊，这座桥随时都会塌掉的哟。竟然被耍了，你们早就知道桥快要塌掉了吧？怎么办？就差一点点了。别乱动啊，风小小。你们最好把身上的东西都扔过来，可以减轻重量哦。对哦，谢谢你好心提醒啊。不行不行，还是太重了，全都扔完了。钥匙到手了。
原来你的目的是这个。早就跟你们说了，水灵灵是最机智过人的啦。又被你们骗了。太好了，小灵芝终于拿到手了。我聪聪，我们来接你们啦！别丢下我们，再见喽！气死我了！救命啊！天，都怪你太胖了！下次小灵珠一定是把天才的。可恶的水灵灵居然敢骗我们。风小小，你怎么那么容易被骗呢？老大，你明明也被骗了。